拖欠租金，区区几个小钱，何必要惊动顾大船主啊？正是所言极是，只是查出的货物非同小可，是陌刀。我大唐军中陌刀，淬火金两锐不可当，依唐律，不得私藏倒卖。可今屋主证实，半年来有多批货物进出。 本官查出的这一批，就有陌刀百把，幅员弩80幅。顾船主，我想请问你，一个衙人倒腾这么大笔的武器，可以销往何处呢？既然说王立德出海，敌民府就应该出海捉拿便是，何必跑来扫忠实的雅兴？在下已经说过了，从未雇过这么一号衙人。哎，顾船主。 狄明府说你雇了那个衙人，证据何在啊？娘子，别听。意思是，根据世博使的告示，上月出入本港的顾家船只有15艘，码头上有个游回铺子，依据他们的账簿显示。 上月购买游辉的顾家船只有足足20余艘，游辉，防水止漏。正是。可说明顾家的船有明船，也有暗船，这衙人恐怕也是有明有暗。狄明府，码头归我世博使管，每一条船收一成的税。你说有明有暗，是告我失职喽？ 狄明府说王立德效力于顾某的船，又说船不在世博使的告示上，那岂不是成了鬼船？顾船主，如果你手下的衙人贩卖刀弩，那可是谋反。小人冤枉，请忠实明鉴。意思是，狄明府说世博使漏税。 这非同小可，待下官回去好好查查。本官初到蓬莱，有些困倦了。我看这件事不如从长计议吧。忠实，此案事关重大，可否请顾船主留下，容我问个清楚？ 确实是县衙公差。 那这些是？这些是顾船主。狄仁杰，你突然前来给我下套，要诬陷本官受贿吗？下官绝无此意。旁人退下。 狄仁杰，接旨，王侯，拟旨。
狄仁杰，据查近日有百计黄金经蓬莱流入京城，朝中乱臣用其收买人心，扰乱市集，图谋不轨。限你一月查清此案，逾期未破，与私贩黄金者同罪。把那箱子都给我拆开，到底看看里面是什么。刘忠使奉旨办案，昨天晚上摆明了就是想敲顾船主，和意思是一，转租他俩的好处。你可倒把他的好事给坏了。昨晚真是意外，我疯了。早就跟你说了，小心行事。皇后现在谁也不相信，朝中官吏但凡被怀疑，轻则降职，重则流放。你不能再惹事了，这不是你意气风发成本事的时候。知道了。李四师，你可查到了什么？刘忠使，下官来了，下官来了。回禀刘忠使，这条船诡异得很，确实是条鬼船。有这等怪事？船舱查了吗？看了。船舱之前是有水手的，住的用具也都在。火房里面还有米和面。如果说是遇到了海盗袭击，杀了船员，那肯定是有打斗的痕迹啊。但是刀痕剑痕都没有，莫非是他们受了惊吓以后一起跳海了？那船上的货物呢？就是些毛皮草药，不值几个钱。可知道那些货物是从哪运来的？那就难说了。讲，漠河国、百济、新罗、丹罗国、倭国都产这些东西。看那船的样式，分明是我大唐海船。我自幼在海边长大，这骗不了我。回中使，
顾某的船队里绝没有这条船。怪了，大唐海船居然无人认领，船上的水手也离奇失踪，难不成还真是条鬼船啊？啊！来来来，给你们看样东西。你们看看，这值得吗？这就是两个金子。嗯，可有什么区别？一粒是沙金，一粒是白鸡金。狄明府好眼力。沙金产自河流，都有杂质，便是这一粒。另一粒色泽细腻，若是未经过提纯，必是产自山脉。据说百济有矿脉，其金子状如蚕豆，便是另一粒。刘忠使若是怀疑此船跟走私百济金有关，请让本官上船勘验。这查验进港的船只是我师伯使的事情，何时轮到了县衙的人？侯夫郎，你以为呢？不如让他试一试，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也可以挫一挫我这位同窗的锐气。嗯，谢刘忠使，侯夫郎。皇后叫你查走私，一丝是和顾船主明明都知道白基金，却在那儿装傻充愣，只有你一个人在这儿逞强出头。刘忠使是带着密旨来的，这边没有，我能躲得掉。这个箱子来了，里面看一看，把这个打开。缺了一个，也许是有人拿着他逃生了。刘伯，这是干什么用的呀？这种滚木是船上用来移动重物用的。你看，原来也许就挂在那儿，被砍断了之后。砸下来。滚到了那儿。之前就放在这儿，都记下了。明府，他们还带了蘑菇来船上。不是带来的，这蘑菇是长出来的，长成这样至少30天，熬掉出事的时间，这船大概是在20天前驶来的蓬莱。20出发，那他们的出发国应该不是漠河国，也不是倭国，他们应该去的是丹罗国或百济。向渔民打听过了，百济，百济金。米桶怎么会放在这么一个漏水的地方？这都已经翻了年了。帮我。
救人。宁府，玉素娘子带到了。见过各位官家。免礼。请开始问吧。송화미어떻게되세요어디에서오신거예요저백제사람입니다백제는탐락신화과해마다전란이지속되고있습니다저세급을잘만들어요나라에와서장사하고싶어요우리사는제친척형이에요그냥형따라해탔는데지금모두다가들고있어요아무서워서지금가는도중에화형을열번바꿨는데아하얀자켓솜을봤어요여기서다죽을거라고형이너무두려웠었어요 그날무슨일이있었는지모르겠어요저갇혀있었어요며칠동안갇혀있었는데그런데이튿날까지기다렸는데어찌해도판정은안열리는것이오그래서내마구소리를질렀는데아무런회답조차없었다等到第二天他怎么推也推不动板子拼了命的喊也没有人回答如果不是被你们救了他早就饿死了问他可认得此人이사람을아시나요狄明府，别受这百济人的诓骗。从百济到蓬莱的航道上根本就没有小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个瘦子在胡说八道。他不是饿疯了，就是在故意骗人。他的话没一句可信。啊，여기，여기무신，他在说什么？이상한무신이있습니다저는모두다있어요귀한데들었어요他说在一个船员的身上见过一个怪异的纹身他哥哥说那些船员身上都有画下来여기보신거를그려주실수있어요黑雁又出现了是那时你们还小不知道这伙前朝余孽曾经很是嚣张散落各地是先帝的一大隐患后来是哪年来着啊贞观十四年剿灭颇有成效基本剿绝剩下的也都密了那次剿灭该托谁的福来着狄明府你的父亲狄之训功不可没呀回中使狄之训当年的案子早就已经平反了而且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与黑雁有勾结狄之训当年是受到威胁才选择自尽身亡不过正如您所言这销声匿迹多年的黑雁又卷土重来了狄明府你觉得这走私百济金的是这伙人吗你现有证据尚不足以得此结论
那还不快去查？是。刘忠使是官场重任，说话难免，你莫要介怀。前尘往事，我想聊聊。说说无妨。只是没想到，黑燕又卷入这大案。贞观十四年剿灭过他们，今日一样可以。这次你我协力，一定可以。私事说了，喂饱他，管那么多干嘛？走，确定他是噎死。我一早得到消息就去查验了，从他欧洲的食物当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毒物。饿极了的人是不能这么暴饮暴食的。谁让他这么吃的？李潘，明府，冯叔，海滩上飘来一个人，像是那个鬼船上的船工。死的活的？活的。通报刘忠使侯副郎，升堂。禀明府，此人全身腥臭无比，我们给他冲洗过了。下去吧。是。당신혹시백제사람이세요管家替小人申冤。你到底是百济人还是我大唐的子民？小的是百济人，名叫姬撒，祖上世代和大唐做买卖，所以会说大唐的话。既如此，说说你们的船。是那个姓王的押船衙人杀了所有的水手。你可认得此人？认得，认得就是他，王立德，王立德！我看见他杀人了，我就跑，他追我到甲板上，我万般无奈之下，所以才跳船的。跳海的时候你拿的什么？一块木板。不是葫芦吗？不对，是一块木板。我就这样趴在木板上，幸好随身携带了钓钩，我每天就钓鱼钓鱼才活了下来。在海上漂了十日，匪夷所思啊。你说王立德杀人，那他为了什么？小的不敢说。为何不敢？小的怕被砍头。大胆说，刘忠使在死，定替你伸冤。那小的就说了，有一日，小子在后甲板听见王立德跟别人密谋，说这条船私运了一大批黄金，有一大箱。王立德还说，这批黄金跟庞来的很多大人物有关系，其中一个就是……说，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船就是他的。胡扯！还有一个姓易的官家。血口喷人！你县令也收了他们的好处，好像叫姓狄。
我就是那个姓狄的县令。我问你，船员可是黑燕的人？什么黑燕啊？我们就是普通的水手，为了养家糊口被王立德招募来的。那不对呀、啊，有人说在你们身上看见了黑燕。哪儿呢？官家要是不信，扒了我的衣服看。来，我给你们脱了看。风和体统，水涛，这个案子由本官接管。官家，官家，官家！大哥，你认识我？上次在树林。快去等等我们呀！小娘子，给你不要脸啊！学过，那随便谈个什么？是不是也不应该说那两个字？你再去学学冰州小调吧。
不要跟我说这种话，你给我出去，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滚！我还会再回来的。胡说，那个人是谁啊？他是一个家主不喜欢的人。你阿爷是罪业，你阿爷是叛党，你再说一次是谁？我说你怎么了？难道不是吗？再说我阿爷一次是谁？我睡着了。也就半炷香的时间。实在是抱歉。能为冥府分忧，荣幸之至。你的曲子总是能让我心绪沉稳，思路也为之而清晰了。如此甚好。这次的案子不好破。最近朝廷命官聚于此，总能听到集市上快马传令而过，就算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暗流汹涌。想必冥府是为了此事而心烦吧。好喝。市井传闻说，此事是由一个叫黑燕的团伙。每次娘子弹琴，我就会很愉快。我还有事，告辞。冥府保重。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刚才打听到看船的士卒说这是船上闹鬼。闹鬼？我请你来陪我一起捉鬼。白英，你莫说笑，刘忠使对金桑用了刑，可这泼皮一口咬定从世博使到县衙都与黄金案有关。收我也，你信吗？还有金桑跟瘦子的口供一致，都提到了那个岛，但是顾梦冰却说蓬莱海域就没有他们口中的这个岛。冥府快回吧，这船上闹鬼。是呀，冥府是真的闹鬼。这是千新版，远航时测量星辰用的。据我知晓，要靠此物确定航路。忠使，这是他们在海上走私黄金用的航海图。起点是百济国，终点是蓬莱。你们来看，此处有一小岛。瘦子和金桑口供一致，这处小岛或许便是关键。
你是说黄金藏在这岛上？当务之急便是尽快过去查看。事不宜迟，金桑虽然满嘴污秽，污蔑了狄明府，但蓬莱一定有人牵扯在黄金案当中，如果风声走漏了，恐怕别人会先行一步。如是，世博士派出两条战船为你护航，我会半年左右，不是重视。押上船。是。是小云却想要飞得更高，就要去更远的地方。出去走走吧，困在这个笼中，终究是只能供人玩耍。早安，小娘子，咱们有缘再见。你在找人吗？怎么是你？刘冲使要出海，他想让你上船唱曲。这趟出海或许有风险，千万记住，不要上船。怎么讲？黑夜，找个由头，不要上船，不要上船。多谢明府提醒。记得海都上说的吗？离蓬莱五十里，下沉十丈，便得海泥发红。这么看来，我们驶在王立德的航道上。再过一日，便是海岛。玉宗娘子，你没事吧？玉宗娘子。
荣，快来帮忙！刘忠史，有请两位娘子上楼献曲儿一首。